贝达带来《任大仙》达摩精彩速度视频，王者小罗等。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跪着看。乾坤一脚，我这一脚又逆天改命了，踹了三个道墙上，他们就呀，空荡了。不要跑了，真的是脑壳疼咯。不要搞了好吧，我浪，这是我浪啊，居然有些同学说我浪，我这个要委屈到生气了呀，我哪里浪了？你忘记那个乾坤一脚有个人把这个三个人踹到墙上才挽回局面的吗？啊，这每一脚都有道理的呀。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你还想看哪位主播？